前、左、右、前、后、左、右、前、后、左、右、前、后、左、右，好，向左转，头部向左转，一、二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向右转，走，一、二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这边一动，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好，来，把手打开，手指运动，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再看一张数字啊，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腰部运动，走，右转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十，好，左转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哎，再做点手腕啊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后转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十，好，开，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。
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下飞。好，走。一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。好，好，两腿放松。好，你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好，放松一下啊，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。好，咱们现在练习陈氏太极拳。大家呢在下面首先学，就是要先熟悉套路，把套路来熟练好，是吧？往深处发展，大家不要着急。你架势练不好，是吧？你其他的都等于零。武术嘛，太极拳它是练出来的，它是用肢体运动练出来的，是吧？它是好，现在咱们开始啊，把前面学的七个动作，咱们复习练习两遍啊。我先对着大家做一遍，然后我再背着大家，是吧？再做一遍。好，现在开始起势。好，二、三、四，金刚倒退。一、二，好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放松，九，站，懒扎一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放松，松肩坠肘，气沉丹田，意思就是把整个气要松下去。好，六风四臂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单边，一、二、三，提腿，四，弧形打开，松肩坠肘，来，气沉下去，金刚倒背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好，白鹅亮翅，好，这个就一样了啊，走，一，打开，二，
三，退步。四，五，放松。好，咱们再练习一遍啊。起势，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金刚倒立。三、四。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来再一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五、六，放松，六弓四臂，一，大手，二，下捋，三，合背肩上，四，五，六，飞出去，要呼出去啊！气也背着呼，三边，一、二、金刚倒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白鹅亮翅。一、二，班长起腿。向后开步，放松。好，两手交叉，然后退六步。好，左脚点膝部，弧形打开。好，先检查一下看啊。好，现在咱们学习斜行。好，这还是正确的方向。斜行，一，虚步扎实。二，身体左转。三，两手往右捋，随着身体右转，以左为圆心。好，然后提腿开步，向左前方开步。好，然后走。左手搁膝盖下面弧形打开，然后提起来，提肩挺。好，然后右手从左往右弧形打开，随着腰转。
然后松间对轴，气沉丹田。哎，这个是斜行，斜行呢跟单边有一点不一样啊。斜行是左弓步，左手捏捏，单边呢是右手捏捏。好，这个要分清楚。好，斜行，一虚步八十，重心还在右。二，身体左转。三，两手放平，重心在左。好，随着腰部的转动，两手向右打开。好，然后提腿开步，向左前方开步，走，过膝盖，右手呢在护着肩，在肩上。好，左手捏捏，要提平，不要太低，也不要太高，一定要放平，身体摆正。好，然后抬右手。从左往右，随着腰的旋转，同时打开，放松。好，歇息。这个动作看起来简单，但是做起来反而是有点蛮复杂的。好，再做啊。歇息。一，很自然把左步扎实。二，身体左转。三，身体右转，右折接位，位开。好，四，提腿，开步。五，左手和膝盖向周围过去，捏捏，提起来，然后右手向左，由左向右旋转打开，然后松肩对轴，气沉丹田。哎，好。好，再来一遍啊！哎，要多练习，多熟练。好，斜行，一，屁股扎实，身体尾蹲。二，身体左转。三，右转。四，提腿开步，走，捏捏提起来，开右手，转腰，放松，好，来，再做啊。把一个量子拉好，斜行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六、七、八，哎，这一边就是
就是在这个熟悉协调我们的肢体移动，上下的协调，是吧？手与桌的协调，这个肘与胯的协调，哎，由内到外的协调，整个练就是手眼心脏部协调一致。这说着很简单，是吧？真的需要去实践，需要去30遍、50遍、300遍、500遍的去练习，去协调，它才能这个动作才能完全的做好，对吧？为什么是太极拳10年不出门，就是一直在家练功，是吧？每天坚持，然后叫老师指点，越练，是吧？越练越指点你才能身体，你才能这个武功，你才能是吧增长功夫。希望呢大家不要太着急，是不是？跟着把套路，首先就是把套路要练好，练习好，练习好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基础。因为太极拳里面有很多东西，一路二路，是吧？大架小架，小架一路二路，大新架一路二路，还有这些刀剑，双刀双剑，还有太极枪、春秋大刀，这些都可以学的，是吧？但是太极拳，你记住，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础，只要练好了，其他的都是，是吧？C1 上的。好，现在咱们再继续做，继续做斜行。好，把外腰张弛打好。哎，自己要把心里面要记住啊，一是什么，二是什么，要记好。好，一，哎，记住，屈步扎实，其他的都不动。二，身体左转。三，右转。哎，重心又在左了啊。好，然后走。提腿开步，好，捏捏提起来，然后再打开，放松，哎，也就是下垂，松肩对肘，哎，轻简单点，我一直放松，它就表示这个意思啊。好，拉高以后要下垂，通过这个下垂，通过这个下呼。你看，像有些高血压，这个血糖高的，是不是？你这往下一降，它的血压能降低多少？哎，血糖要降低多少？所以说，为什么现在太极拳是国际上首，是吧？首要运动，所以说大家要积极的去把这些太极拳要练好。好，咱们继续再来。好，走，斜行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因为交拳和在下面练功表演它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因为在交的时候每个动作都给你拆开了，都给你分解开了，它就是是吧，每个动作它都会很这个很呆板，一个呢它就非常清楚，是吧？如果你要没有这些分解动作，你这个动作他就做不好了，因为我们教了这么多年，是吧？走到哪里，好多练太极拳的，有人练几十年了，是不是？我说打我看一下，一打的不像样，是吧？打的乱七八糟，就是好像随便，他不分一个眉眼，就是这样随便，是吧？随便一直打，因为他也不知道哪个是金刚脑袋，哪个是懒杂音。哎，像咱们做出这个分解动作，1、11、22。是非常清楚的，是不是？
所以呢，大家说这些开始这些基本动作要做好啊，不要太着急，光着急是不行的，一定要去练。功夫是练出来的，不是喷出来的，也不是多少花言巧语所说出来的，它是练出来的，是吧？不管我们河南的武林功，或者陈氏太极功，它都是练出来的，都是学汉汉来的，不是喷出来的。我讲的多好，我说的多好，是吧？那个是没功夫的，它就是一个肢体的运动，来个人唰，是吧？他就给他放倒了，这就是功夫，是吧？说的再好，是吧？没功夫也不行。所以是大家为什么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，是吧？首先你实践好了，你才能对这些理论你才能理解，是吧？如果你练不好，你光想高谈谈多高的理论，那不是等于零吗？好，现在咱们继续再来，再练三遍，然后咱们从头到尾再练习一遍啊。好，白有两次，斜行，一，哎，不要着急，二，太极拳它就是一个虚实变换，重心转移，就是左转右转左的。虚实变换能变换好，那它一切都非常好。你设置很简单，是吧？左转右，右转左，但是在这个练习上，你是不一定能转好的。好，右转，三，开腹，四，五，打开。放松，好，再来一遍啊，二，三，四，五。六，腰转，太极拳以腰为主，步步运用螺旋看世界。好，放松。好，再来一遍啊。斜行，一，二，三。哎，身体要摆正，身体要中正。好，打开，放松。好，现在咱们再划船圈连起来做一下啊。好，起势，地方好对，反张力，
六方次第。三边。金方好位。白鹅亮翅。斜形。好，今天咱们先练习到这里，看看是吧？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是吧？什么搞不懂的，需要再提问提问。好，李总，你们主持一下，看看。大家有什么问题？这个陈老师在这边，现在在现场可以跟大家解答。谢谢老师。不客气。非常感谢。老师，我那个在转的时候，这个膝盖啊，老是会感觉到不舒服，然后念多了以后就会疼。哦，也是这样，因为你可能没有用上腰部，腰部一转，它把这个腿上它是不用劲的，是吧？腿上它是不用，这个腰转呢，为什么是太极拳主要以腰为主宰，处处运用螺旋缠丝机。这个腰的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，非常好，是吧？你腰一转，它就非常圆滑自然。如果你现在好多人就是练太极拳，是吧？练了多少年，他那腰没用上，就是光腿在这转，是吧？你看这个腰一转，它就会非常好，它是最大的一个支撑点。如果你放不到腰上，你的腿肯定都在腿上，是吧？它光在腿上在跟那憋住。所以说慢慢，大家不要着急，慢慢来，一点一点，是吧？会用上腰劲啊，用上腰，慢慢一下，腿上不要用很大力，你腰或者在左，或者是在右，你这个一定要转好。我为什么一直要求这个重心转换，就是一个左转右，右转左，是吗？是吧？走后腰，后当前当，是吧？它是不一样的。因为现在刚开始，因为说的太多，你们可能会误导，慢慢练练会是吧？会练出这些误区，所以说就开始练的时候就什么也不要想，就是能把动作熟练，招数熟练，这个就是达到最好的目的。好，慢慢用上腰劲就行了啊。陈老师。陈老师，那个斜形最后定式的时候，重心是在前面的左腿上，六四开吗？对，就最后松垮呀，松垮，是吧？看是左腿弓
是吧？但是真正的重心它都在这个，是吧？在左腿上。对，左腿、右腿，它但是它都要占有比例。60-40那样，差不多吧。谢谢。那个岳雄大姐，你不是问问题呢？岳雄大姐，你问一下。啊，好的，可以问是吧？那个陈老师啊，对，那个，就是最后斜行最后那个动作，右手打开以后，那个身体是有点侧的，不是正的，是吧？对，稍微侧一点。啊，向右边侧一点是吧？哦，好的。向右侧。嗯，好的，知道了，谢谢。好，陈老师有什么问题可以举手。哦，我陈老师，我问一个问题啊，谢谢陈老师。那个就是最后这个斜行动作，那个右手开始是在头边上，然后等到右手要往右出之前的话，他往左走了多远呢？这个右手向左的位置走到哪里了？啊，你说这个。是这个开到这里以后是吧？对对对，这个你把个手自然的开，但是你不要伸得太多是吧？也不要太弯，所以很自然。你看这个胳膊都是弧形的，你就跟着这个弧形走就行。因为这个它没办法是吧？用这个尺寸来要求，因为有的胳膊长，有的短，有的是吧？你就根据你自己哎这个弧形打开，就是意思不要太直，不要是太直，它拉了就不一样。要太歪，你看它这个走的也不一样。哎，它就是一个看很自然弧形打开，自然过回去了啊。哎，对。它往左手这边伸了多少呢？往左这边过胸没有？我关心的是往左手那个右手在走之前往左边它有没有过胸？啊，你说现在这个动作变是吧？对，到了这个手，这个右手这个时候往前走的时候有没有过胸？对，往左方，单掌合在肩上。嗯，左手你看从下，然后就搁着开始往膝盖周围、膝盖下的周围过去。嗯走到这里面。然后右手。哎，然后右手，这个腰它是要用腰的，你看腰转，你看它不是光用手转，你看手转它是没错的。你的腰一动，哎，它整个它就你看非常活。非常灵活，如果你光手走呢，他这是不一样的。谢谢陈老师，谢谢陈老师，现在看很清楚了，因为刚才你带我们打的时候，那个站的方向吧看不清楚，现在很清楚了，谢谢陈老师。哎，好，感谢。那个下面那个华为那个 P9， 你那个你提问吧，下边谁要是提问的话，最好举手，不要那个，最好是举手。啊，谢谢老师。我想问一下这个练拳的问题。您现在教的内容呢，我们每天呢都在练，但是呢，以前呢也学过一段时间的那个24式，那个24式是不是属于阳式的？像在您这是辰式的，像这个两个能同时练吗？这个是也可以，因为这就是你是吧？因为现在24式你已经比较熟练了，现在这个陈氏呢是吧，是不是以前也会啊？陈氏不会，这第一次跟您才接触陈氏。啊，那个不会老师，不会了更好，他学的比较纯一点是吧，你肯定要先把你这些刚学的新的要多练要熟练。对，我们是在练。因为你那个24式已经熟练了。如果你在有时候你搅和在一块儿，它也会容易是吧？当你这个太极拳再熟练能记住的话，也可以练练24，练练这个都没关系的啊，只要你能记好的都没关系。因为那个听说不同的什么阳式、辰式，它那个侧重点不一样，有时候哪怕是相似的动作的话。要求也不一样，是我们但是本来就不熟，就两个放在一块儿，
会不会搞混呢？或者说投出不了那个重点，达不到这个练成的要求？那也这个嘛，你就是吧，你这二十四时暂时可以先停一下，把这个陈式的熟练好以后，你再是吧再练。因为杨式的它主要它的关节它会是吧往前，它有些往前栽的哈，是吧？弓步它往前栽的比较狠一些。陈式太极拳它这个膝盖不要超过脚尖，它是离地面是垂直的，是吧？你看它不管怎么走。身体在中间是吧，不管左右旁捋它不会偏是吧，也不会向后，哎，所以是你这个要掌握这个平衡。对，就像那个弓步，就你说那个弓步好像就跟那个二十四式就差别很大是吧？那可以的，是有些是有些，但是是吧，最终还是一样的。因为杨氏不管是杨氏孙氏吴氏，它一切的太极拳它都在陈氏的基础上演变的。比如说就是现在我教你学陈氏太极拳，你将来以后你打是吧，你打出名啦，或者是打出非常有特殊的是吧特殊的成绩啦，你可以就是慢慢练练，你就改成你的是吧，你的姓氏太极拳了。其实这个开点都是差不多都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就是后来就是杨氏太极拳它主要以这个健身，以这个养生健身为主了。因为陈氏太极拳你想在四百多年前它就是一个是吧，它就是一个技击，一个攻防，带有攻防含义的，是不是？对，现在嘛就是各方面条件好了，就是太极拳它既然有功夫的一面，它也有非常好的健身一面。太极拳它一动百动，每个关节五脏六腑它都在运动，所以是为什么你看现在国际上太极拳练太极拳的人比较多，是不是？ 是也可能就是说首选这个运动太极拳。所以不过怎么说，大家要掌握好机会，哎，在这个很好的机会里，要大家要把这个太极拳要学好，要学准确，是吧？因为你见到太极拳也很多，是不是？你看全国国内的国外的到处都在打太极拳，有的打多少年了都不像样，你就看不出个门道。你说他是太极拳吧，是不是他打的乱七八糟？你说他不是吧，他打的还有的是吧，有的这个太极的套是吧套路。所以说咱们学习要学准确。好的，谢谢老师。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？这陈老师还在这，还有几分钟时间，大家有什么问题提一下。陈老师，你那边现在温度是？你那边是多少温度？现在温度太高了，这两天非常热，差不多37-38度。哎呀，是38-39度都会有的。哎呀，这是很辛苦。早晨了还好一点，它会是吧，会低一点。再等一会儿，现在马上就上来了，就这就汗流浃背了。是，咱那边的天气还闷热，还是闷还闷，还不是说凉爽，还特别闷。对呀，现在正是你看到这七月份了，正是现在有点冷，有点热，闷热，真是闷热。是。嗯。回头啊，这个，这是那个，我是想问一下，天那么热哈，就天那么热，37-38度，你还总穿着这个长袖长裤的太极服，是不是要求啊？就是打太极要穿这种长袖长裤的？哎，这个也没有什么很多要求是吧？因为这就是一个场合。是吧，你像作为一个老师是吧，你要穿这个是吧短袖啊短裤头啊，是你们在下面练都可以是吧，都可以，这也没什么，这就是在正常上都可以。在下面练的时候，哎，短袖啊是吧非常凉快的都可以穿，嗯，没有很大的限制。因为我们就是表演上参加表演啦比赛啦都会要穿这些服装。
因为在教，毕竟来说，我作为一个城市太极拳的老师，是吧？比较也不能给大家留下不好的影响嘛，是不是？看的乱七八糟，是吧？不正规嘛。我问这问题是因为今天我们上了一个那个八段锦的第一堂课，然后先有那个就那种禅嘛，就禅就是要盘腿坐到那儿，然后他就老师他就讲就是要穿长的，都要包起来，就是省得那个就是病毒什么的都进入体内，他说都放松了，什么病毒什么都进入体内。我想的是不是和这有关系？你他要求就说啊，都要包起来，胳膊腿儿。这个最好是吧？那最好呢，肯定还是比较正规规范一点比较好，是吧？因为这就在下面了，你在自己家了，那你可能会随意一点，是不是？正常上大场的比赛，你肯定咱们一组织是吧？几十个、几百个人练习太极啊，你肯定你就不能乱穿了，肯定要统一服装呀，都要一样啊，是不是？在下面你就适当注意一点就行了啊。好的，谢谢老师，那个陈老师这边呢？是这样，陈老师这边呢，这个确确实实，陈老师你这个讲一次啊，一个他很辛苦，而且确确实实很难得。现在呢，这个中心这一块呢，也跟陈老师一个协商以后呢，现在是这样，咱现在太极拳呢，这个都是咱们家的拳啊，这个不要有什么不矛盾的啊，大家喜欢练到哪个地方练都行啊。希望大家解除这个误区，不要说跟学陈氏了、杨氏了，这都是咱们家的钱。因为是吧，现在我是老师，将来以后你们也是老师，你们也有很重的是吧任务，肩上很重的任务，也得需要去传承，是吧？我传给你们了，你们将来以后在加拿大，不管在是吧，在全球都可以去传承咱们国家的是吧太极文化。我就说这一句。好，陈老师，是是，谢谢陈老师，谢谢陈老师啊，这个辛苦辛苦。也谢谢大家啊，我先下去了啊。好，你先休息吧，休息。好，谢谢。